香港组合24位成员梁永杰、陈伟雄去年因在某夜店外意图伤人被控伤人罪，案件6月5日裁决两人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离开法院时两人心情大好，自案件发生以来首次接受媒体采访。系咯，都平常心地面对咯，而家过咗都系咯，放下心头，即系舒服啲咯。早前有陈好友陈奕迅为两人撰写求情信，直至案件终结，梁永杰才亲口承认。不过未免给陈奕迅带来麻烦，求情信并未呈交法庭。佢帮我写一封求情信嘅，咁去到话即系法庭话要传召佢，咁我都同佢讲话唔好啦，即系唔需要交呢封求情信啦，咁啊系啦，即系。唔好麻煩佢，唔好麻煩佢啦，係啦。但係後屘因為要傳召佢，就所以係啦，我都唔想麻煩。